角色被牵扯进去一些而言语的东西。这么几个内容点，一个就是说这个最关键就是数据库可不可靠，它会不会出一些问题，导致我们的数据会出了差错，我们没法使用。然后我们希望说数据库能支持越来越多的新功能，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好的使用这个数据库。再来，我们希望的是数据库会有更好的性能，那我们可以很快的来执行完我们的查询语句、复习语句。那最后还有再来是我们希望数据库能提供给我们一个安全保证，然后说我们的数据是安全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数据库它的管理性能是易于管理的，那最后还希望说数据库是一个易于监测、易于观察的。那当然我们可能还会有很多其他的重点，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关注了 HA 什么的，那我从 InnoDB 的角度的话，基于8.0的新功能，那我按照我的理解，把新功能整理成大概是这六点这样子。那可靠性来讲的话，我们在8.0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改进，就是说我们对数据字典进行了一个改进。那数据字典的问题就是说，基于一个历史原因 ，InnoDB 跟 MySQL 的 Server 本来不是一套系统，所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数据字典。那这样子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数据字典不更新。它不是一个轮子，然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匹配。那如果出现不匹配的话，就可能出现说我们去读表或者说表操作的时候，那它的这个记录 server 告诉我们是一格式，然后存储引擎告诉我们是另外一个格式。然后存储引擎它那边会对一些数据文件进行更新。那数据文件比如说是新点和安装文件，所谓是 server 层面的一个数据字典。那它对那个更新它不是原子，所以这个也很可能有问题，导致说我们的 crash 不是一个很可靠的一个，没办法很可靠的做一个恢复。然后对整个数据字典更新，从 server 到 InnoDB 的话，整个更新都不是原子性的。那这样子就是说，用户对数据字典的一个依赖性的话，其实是不强的，对这两方出现一个不匹配。那这张图大家看吧。说我们老的数据字典是有多个层次来组成的，有 server 数据字典，还有 InnoDB 数据字典，然后存在不同的介质上。那我们新的一个结构，就是说，它只存在同一个数据字典，然后它最后是落地在 InnoDB 这个存储引擎里面，然后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数据字典的表空间，来存所有的数据字典表。那这边还有一个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 Information Schema 它的对这个数据字典的一些统计信息的查询，以前是基于传统，基于文件扫描，
在我们会基于一个六的方式来进行，它的性能也会很大的提升。所以新的数据字典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数据字典有一个唯一的一个确定性的信息来源，就是 MDB 的数据字典表。然后在基于这个之上，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原子的 DDL， 就是我们的 DDL 是原子的，以前的 DDL 是就是说是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如果 DDL 一半之后 crash 掉的话，那状态可能是未知的。那现在我们就保证说 DDL 就算 crash 掉的话，我们可以保证说这个表这个数据字典信息是一致的。然后我们对数据字典的话，它的访问是需要有一个并发控制，就是说不同表的访问，不同的线程的访问这个表的数据字典是需要有并发控制。那以前我们是 server 有 server 自己的 MDB 有 MDB 自己的，然后现在我们统一用 server 的这个NDL 就是云数据锁这个锁机制来对这个数据字典进行并发控制。那 MDB 内部的这些锁相关的东西就可以把它精简掉，然后它的对于一个性能的影响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然后因为以前我们是每一个表都需要你创建一个点的话这种数据字典文件，那使得说 server 对表空间这个概念的一个管理跟它的认知是一个很模糊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因为把这个点 FRM server 这一层的这个数据字典的这个信息给它去掉了，所以 server 对表空间就可以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认知，就是说表空间就是表空间，它对应的就是一个MDB 的一个 IDD 文件，它不会需要有其他的一些很复杂的文件关联。然后基于新的数据字典表的话，我们的临时表在临时表的数据字典只需要存储在内存里面，不需要存储到真正的吃饭上的数据字典。那数据字典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然后它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对用户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以前我们的数据目录会有一个杠 MySQL 这么一个数据目录，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系统表在里面，然后我们每创建一个表都会有一个点的方案文件。然后我们新的这个数据目录基于新的数据字典之后的数据目录，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系统表包括数据字典表存在一个叫做 MySQL IBD 的这么一个表空间里面，然后就不会有那些刚才我说的那些文件。所以我们需要对老的数据字典进行升级，对老的数据目录进行升级，才能从低的版本升到我们新的8.0版本。那升级的话就是说整个过程都是我们MySQL 会帮我们直接帮我们直接升级好，就是自动完成的一个过程。那它的一些约束是说，我们现在只支持从5.7的升级，然后就是升级前的数据不能是一个 crash 状态的数据，就我们需要一个正常一个 shutdown， 然后再进行一个升级。那整个过程都是自动完成的。那最后的话就是说 MDB 以前会在我们的这个 MDB system 这个 table space 里面存MDB 的数据字典，那我们升级完之后，那些数据字典表全部都会被删掉。然后顺便提一句，就是说我们以后会越来越不依赖于 MDB system 这个数据这个表空间。所以大家可以说就是设计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到这个表空间。然后升级完，我们是目前都不支持降级操作。那升级过程中，如果说有发现数据上不匹配或者说有崩溃的话，都可以处理。然后我们从8.0开始，我们会在数据库的数据字典里面写一个版本信息，有两个版本信息，一个是 server 的版本信息，一个是表空间的版本信息。它是使得说我们在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做更多的更好的检测，然后来判断一些情况需要改进需要说处理。那 server 的话就存的是我们这种版本信息是8.0.1，比如说一是契约版本1.2这样子。那 tablespace 的话会有一个从一开始的版本，那它用来判断说我们的这个表空间的一个储存格式它页面格式跟行格式会有什么改进，会有什么不同。那基于新的数据字典，我们最主要就实现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原子 DDL 这么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应该来讲就是说使得我们的整个对数据字典的一个访问跟使用它是越来越可靠。那原子 DDL 的话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支持的是一个 DDL 语句它是原子，就是它要么是做要么是没做。
不存在中间状态。那如果是事务性的 DDL 的话，就是说可能 DDL 可以跟DML 进行一个混合。那我们现在只是说是原子的 DDL， 后续可能会再做到事务性。然后基于我们 InnoDB 存储数据资源信息，那我们要使得一个 DDL 是原子的话，我们就需要做到两方面，因为我们 DDL 操作是会更改两部分，一个是更改数据字典的信息，还有一个是更改对应的表空间的信息，所以就是说两部分，一个是数据字典信息，一个是文件的信息。然后数据字典信息，因为基于 InnoDB 的这个 transaction 这个机制的话，它已经可以做到是保证原子，所以我们要保证的是一个文件操作，它也能做到是一个原子。所以，因为要实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在数据字典的数据字典表里面引入一张新的表，叫做 DDL log 这一张表，然后它的用处就是来存储所有对InnoDB 的表空间文件的一些修改操作，会把这些修改操作存储到里面。然后这张表是不允许用户被访问的，不然的话，如果用户随便操作的话，可能我们的规格或者说它的一个提交等等会有问题。那它主要记录的是我们的表空间的文件的创建、删除、索引处的创建、删除和文件的一些重复性操作。那为什么？就是说，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就是说，我们 InnoDB 的 transaction 是支持基于页级的一个回滚操作，所以我们需要对文件整个文件级别的这些操作记一个位置，使得它是一个回滚。那它的一个大概的流程就是说，因为我们要使得一个 DDL 可以回滚，然后 DDL 有时候会对文件进行一些删除或者更新操作。如果说我们在执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们不确定说这个 DDL 能不能执行成功的情况下，我们去对这些删除操作给它执行下去的话，那我们会导致说这些文件我们最后是没办法回滚。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说，在执行到这个，比如说对文件的一个删除操作的话，我们就对这个操作，把它在 DDL log 表里进条相关的日志，但是我们不真的删这个文件。然后等到这个 DDL 提交或者回滚之后，我们来重新访问这些日志。然后决定说，我们对这个文件的操作是要提交掉，就是把它真的把它删掉，或者说回滚掉，就是说我不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然后通过事务性的这个 DDL 数据元数据的一个修改，跟这张表来进行这个文件的操作，我们使得这个通过 DDL 是可行的。然后它也支持说我们的分布恢复的 DDL 是安全的。那这边有一个例子。我可能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那个 drop database 的操作，它会删一个一张张表。那以前的 5.7 的话，就会对可能对每一张表会起一些不同的 InnoDB 内部的事务来进行删除修改。那然后server 方面，它又会删它的数据字典信息，然后这些都是都不是原子，都不是事务性的一个修改，所以是不可靠的。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它的过程是，就是说它非常的分散，然后它没办法做到原子。那新的操作，就是说我们只启动对一个 DDL 操作，我们只启动一个 DDL 事务，一个主事务，然后所有的对数据库相关的修改都由这个事务来执行。那所以它提交的话，就所有修改都可以提交；它如果回滚的话，所有修改都会回滚。所以基于这么一个机制的话，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原子 DDL 操作。这边大家可以把这个 PDF 下下来，再去详细看，这边不详细介绍。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在可靠性方面我们做了什么改进，然后我们在新功能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改进。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修了一个可能有十几年的一个 bug， 就是说我们的 auto increment 这个字段的一个定义，我们以前是一个就是说不能保证它是完全递增、唯一递增的这么一个特性。就比如说我们某张表里面插到100，比如说插到100，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删掉了10条，删成90，然后我们下一次启动数据库的时候，它去读出来的话是读到90，关于表里面把90读出来，然后我们下一次用的话就91，然后这样子对应用程序来讲的话，就是说它看到就不是无意的，因为我其实能做到100，我只是启动一下数据库，但是我下一次读到是91。那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不会去表里面读这个最大的值，我们会通过。我们会把最大值，就是使用到的最大值，就之前我讲的这个
快把它记下来，记在每个地方，然后重启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一百读出来，我们下次还是从一百开始。然后我们对 run catch 有做改进，就是我们支持一个 multiple get， 就同一个语句可以 get 多个词，然后还支持一个 range search， 就做一个范围查询。那5.7我们引入了一个 native partitioning， 就是我们的分区操作是在 NodeDB 里面完成的。但是我们对 order table partition 这种操作还是由 server 执行的。那我们8.0里面，我们能把这一块也挪到那个 NodeDB 来做。然后这样子，我们内部有做一些优化，比如说是 Unblock 相关的优化，所以它的性能也会有一定的提升。然后这个刚才的 PPT 应该已经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我这边就不再多说。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使用了这个 No Wait 跟 Skip Lock 的这个功能的话，我们得到的结果集，可能就是说会是一个不是一个 Repeatable Read 这种之类的这种结果集，所以。适用的场景要根据我们的应用程序的场景去决定，说我们用不用这个，用不用这种特性。然后我们支持，我们新开发了一个这个新的这个 XAML 的一个 storage engine。那么对，我忘记说了，我这边我有些 PPT 上面会有一个标志，然后有一个绿色的这种，比如说东西 pen table， 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链接，就是说它会对应的一个 blog， 或者说像这个的话会对应一个那个 Stack Overflow 上面。question 就是有人在问说这个东西的，发现说用了就是说新的8.0发现说它在一个 sort 之后会就是一个 sort 之后它的一个性能提升，然后它就是因为我们用了这个新的存储引擎，然后它不会使得说我们这个数据去做一个存储到磁盘的操作，所以大家如果有下线的话可以去点击链接，可以去看。那它这个 memory storage engine 它就是要替换掉我们这个 memory storage engine。在对于Optimizer， 它在做一些需要规避排序的时候，它会使用这个临时的这个临时表存储引擎。那它是因为它是 Optimizer 用，所以它是只存在于一个去这个级别的这个生存周期这个长度里面。然后它也是不跨连接的，不跨连接可见的，就是这个连接只能看见自己。然后我们对这个临时表，它有一个。总的使用内存大小的一个限制，而不是说我们每张表用多少，而是一个总的，我们当前这个可以分配给所有的这些临时表使用总量多少是多少。所以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避免我们去把数据写到磁盘上去。然后它支持 UTF-8， 然后我们的 blog 的这个支持也正在进行当中。然后我们新的也支持了一个降序索引。就我们本来支持的是只支持一个搜序索引，就是比如说我们从1234579进行降序，那降序索引它其实它支持的功能跟搜序索引基本上是一样，就是数据类型所有的也都支持，然后virtual column 跟 store column 也都支持。那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对全文索引跟对 Rtree。它是不支持的，因为全文索引的结构不一样。然后 Rtree 的话，它是一个空间索引，它里面的数据本身就不存在一个顺序问题。那因为我们页面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因为我们页面结构存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做降序索引的一个处理的时候，它的一个性能还是会稍微比我们的声序索引稍微慢一点点，但是不会慢特别多。那现在我重点会讲一下，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是可能也是用户最关心的一个，就是我们新功能，就是这个Instant Auto Table。那刚刚有提到，我现在就是详细的多介绍一下。那我们以前本来是有两种 Auto Table 的这种算法，就是 Algorithm 和 In Place Algorithm 和 Copy。那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要么会锁表，要么就是说会对数据进行一个大量的拷贝。那所以我们引入这个 instant auto table 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说它这个 auto table 可以做得很快，不需要拷贝。那从语法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直接 algorithm instant， 然后它跟 lock 的其他模式是不兼容的，只能写 lock 的 default。那在内部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指定一个 algorithm instant 的话，那它实际上只会做原数据的一个修改操作，它不会去。修改到我们的真实的用户数据。
然后它对我们的这个表锁的这个需要持有的时间跟持有的力度，它也会是也会相应的降低。然后如果我们在写 auto table 语句的时候，我们不指定 algorithm， 它会先尝试 algorithm 的 instant， 如果不能做，然后它会再尝试 replace， 然后如果还不能做，才尝试 algorithm 的 copy， 这么一个逻辑。那这边是我们现在可以支持 algorithm 的 instant 的一些操作类型。那前面这些是本来就可以，以前就可以做得很快。然后这个add virtual column 跟 join virtual column 现在是一个也是新支持的，可以通过 instant 这个方式来做。另外我们最关键的是我们对这个non-generative 的一个 column 的一个 add column 的操作，我们也可以支持是 instant add column。所以大家也知道，我们在 add column 的时候，我们会需要考表，但是 add column 在我们的应用当中又可能会不时会发生，所以它对我们的一个系统的资源占用，跟它语句执行的效率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没办法做到说我们的add column 把它做成是一个很instant 这个语句呢？就例如说我们 MDB 我们在存储这个记录的时候，我们内部对这个行记录的元数据信息保存的很不够多，所以我们在解析一个行的时候，我们需要配合，一定要配合我们的数据字典信息来进行解析，然后这样就带来麻烦，说我们没办法做成这样的事。然后这边有个图，就是我们简单可以看到说，比如说我们先不看这个红色的，这个红色部分跟这边这个红色的部分的话，那它就是我们老的。我们老的在8.0.12之前的我们的数据格式，据说索引，然后页面它的记录格式。那如果没有这个信息的话，我可以看到说我们只知道记录的数据信息，但是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记录本身它有多少个列，所以我们没办法解析这个记录。那我们就是说为了要支持说可以做 instant add column， 我们对这个记录进行了一个记录格式进行了一个增强。说我们的行记录可能会出现两种格式，一种格式就是跟我们老格式是一样的，第二种格式就是说，如果这个表我们做过了一个 instant add column 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表里面新的记录，我们会给它写上这两种这种信息，一个就是说表示说这个记录有多少个字段，一个就是说表示说这个记录是在instant add column 这个操作之后，它新插入到这张表。所以那我们这个整个一个语法就是 auto table add column C， 然后包括里面 instant， 那这是腾讯游戏的 DBA 团队贡献给我们的 patch， 然后它不是说只改数据不考表，然后它的最终表的数据的大小可能或者说很可能是比就是说没有这个属性之前做 auto table 之后的这个大小是要小。我说可能是因为说我们这张表如果它的表结构本身是很稀松的话，那不代表说我不去改表数据它的表空间就一定会变小。那如果它本来的表数据是已经是很紧凑，那我不改表数据不把新的那个列写进去的话，那它的表数据是一定是肯定是会变得比较小。然后我们支持的行格式是有这三种行格式，那也有一些限制，就是说我们对如果说这个表上面有一个全文索引的话，我们就不能做 instant add column。然后如果是compress 格式我们是不支持的。然后如果是我们把一张表创建在我们的DB 的这个表空间里面的，我们也是不支持的。然后 temporary table 我们也不支持 instant add column。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我们 add column 的 instant column 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我们让表，然后我们现在进行这个 DML 操作。那一开始这个表都是这个老的格式，那就像我们是8.0.12之前的表格式。然后我们做一个 instant add column， 然后这个操作的话就不会来改变表的那个用户数据信息，它只会去访问我们的数据字典，把当前这个表
有多少个列这个信息给记下来，然后会把新加的字段的默认值给记到数据字典里面去。对于第一次的 SIL column 是这样的，那如果是我做完第一次那个 SIL column 之后再做第二次，第二次的话就不需要记那个列的信息，只需要记新加的列的每一个的默认值，这样就可以了。那不会来对用户数据进行修改。然后操作之后，我们新的 DML 操作写完这张表里面的这些行格式，就是我刚刚介绍的这个新的行格式信息。所以这个表里面的行格式可能会出现一个老格式跟新格式共存的一个情况。那再来介绍一下大家可能会很关心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性能方面的一些提升。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对 Optimize 整个一个统计信息，我们进行一个更精确的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会对索引它在内存里面有多少个页面进行一个统计。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统计说用不用这个索引的话，就有更好的依据。因为如果页面不在内存里面的话，就需要有 IO， 它的代价会更大。然后我们对 Buffer Pool 的 Mutex， 就是它的一些锁并发的方面，也做了一些优化，磨掉了一些没用的锁，然后分拆了一些，把一些大锁分拆成小锁。然后这样子，它有一个包括一个防御性能提升。然后我们新支持的一个这个 contention aware transaction scheduling， 就是说，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数据库里面有很多的事物，然后事物在进行的时候，可能会互相的一个出现一个等待一个对方事物的一个资源的一个释放。那我们以前老的方式是说，事物不停的进来，如果要等待的话，就是排队。然后先进就先出，就说比如说都在等 A 这个资源，那先到了先来等待这个 A 资源的这个事物最先会被唤醒来继续它的处理，然后依次这样释放下来。但是这样子的话不表示说它是一个最优的算法，因为你排在后面的事物如果它持有了更多的资源，导致了后面更多的事物在等它的话，那你延迟释放这个很忙的事物，或者它具有我们说叫做具有很高权重的事物的话，实际上你会阻塞更多的事物的一个吞吐。所以我们对事物进行一个权重的统计，就是说看有多少事物在等待，它持有多少资源，然后多少人在等它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会有两个机制同时进行，就是说 first in first out 这个机制我们也同样支持。如果说这个当前的线程是小于32个，如果线程超过32个的话，我们就会根据一个事物权重的方式来决定说我们唤醒事物的顺序。那这个值是我们内部测试过的一个值32，那基本上在大多数场景下都是好用的。然后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 purge 线程，就清道夫线程，它会去把我们的 undo log， 要把我们索引上的记录给它清掉。那一个优化就是说，我们把同一个表的记录会分配给同一个 purge 线程来做，这样子的话，不同的 purge 线程他们就不需要去申请不同的表的一个锁，导致说会有一个锁冲突，然后这样提高 purge 的一个性能。然后还有一个在我们统计的时候，我们加入了一个这么一个include delete mark 这么一个标志，就是说我们在统计的时候是要。是考虑或者不考虑 delete mark 这些行，因为他们这行虽然被 delete mark 掉，但是它还占着物理空间，所以考虑跟不考虑的话，对我们的执行计划是会有影响。然后这个可以根据用户自己的调配。那我们可以支持把死锁这个东西给禁掉，那就是说，它的好处就是说，如果我当前的这个系统它的锁系统 lock 这方面很忙的话，我们把死锁禁掉的话，它的一个性能跟流量它会得到提升。那如果把这个禁掉的话，我们就是需要说把这个 Local Time Out 把它设得小一点，这样子的话它可以自动检测说我加锁超时了，然后它会自动把这个事物回给。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们 Blog 方面也有一个改进，然后就是说我们 Blog 本来的话一个很大的 Blog， 比如说一兆，那我们只改两个字节，我们以前会把整个一兆全部读到内存里面，然后改一改，最后再把它写出去，这是非常低效的一个方式。那现在我们通过在内存里面对 blog 建立一个索引的方式，就是说
索引要把 blog 一个大版本分成一些小，分成一些小的页面，然后建立一个索引，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修改文字的哪个小页面里面，我们就可以指定一个小页面，这样子就是说减少文档 A。然后我们把 blog 小对 blog 一些小的更新的一些信息写到了 blog 里面去，这样子对我们的扫描，它的性能也会有提升。那 InnoDB 做这个改进的话，是一个通用广义的改进，就是说我们以后对 blog 的所有访问，其实我们都可以利用到这个性能上的改进。那现在我们是只支持对 JSON 的一个性能的提升，因为现在来讲算 JSON。JSON 这个文档里面的某一段的功能比较有利，所以我们现在支持对 JSON 的一个。然后我们对 IO performance 的一个改进是，我们把内部的一个大的 Unix 拆成一些小的 Unix， 拆成64的，然后这样子会有一个量性提升，差不多都有最峰值的话比较容易倍的性能提升。那最关键的，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我们 log 的一个改进。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说我们InnoDB 内部，比如说不同的事物在做操作的时候，它会产生 redo log， 然后用来处理这个东西恢复的场景。那 redo log 它会先写在事物这个线程的本地的一个缓存，然后再把这个事物线程本地的缓存 redo log 在某一些时段，再把它提交到一个全局的 redo log 的一个缓存里面。那我们以前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在提交到全局缓存的时候，我们会加一把大锁。然后加这把大锁，就是说这把锁会 cover， 会覆盖说我们这个内存拷贝的这个过程，然后甚至最差的时候会覆盖说我们的刷次盘的过程，所以这把锁就导致说它是一个contention 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它会导致说我们系统的复发性会极大的下降。那我们现在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改进之后，我们把这个局部写到全局的这个过程的一个锁，把它去掉，把它做成是一个 walk free 的一个方式，就是各个线程不需要竞争锁，就可以把局部的缓存写到全局的缓存。然后我们把写磁盘跟刷磁盘的两个操作分配给两个不同的单独的线程来做，而不是原来用用户线程来做刷磁盘跟写磁盘。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我有的线程它只要需要这个 log 写到这个文件系统的 cache， 这样它就可以返回了，那它就不需要等刷磁盘的操作。那有的线程是需要等说磁盘刷完再返回。那我们把它放到不同的线程之后，我们就能很灵活来做这个控制。那这个 log writer 这个线程就是说我这边写到这里，然后你如果只需要等到写到缓存的话就可以返回的话，我就会通知你说你这时候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完。所以这个改进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把一些 Unix 拿掉，然后它引进了很多的一些可调试的一些参数。然后我们在编，如果说我们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编译我们的 MySQL， 编要编我们的 InnoDB， 然后我们再调这些参数。但这些参数的话，基本上我们已经把它的最优值也调出来了。作为默认值，它用户使用，所以基本上不用担心。那这个改进之后，我们的性能提升，大家可以看到，可能差不多有大概是60左右的一个性能提升，比1.7会有倍多，会有几倍的提升。前面这边就是我们性能方面的改进，然后关于安全方面来讲的话。整个MySQL 有很多安全方面的改进。那对于 InnoDB 来讲的话，因为 InnoDB 是管数据的一个存储引擎，所以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说 InnoDB 里面数据是不是安全。那我们在 5.7 里面，我们就已经引入了一个对 file table table space 的一个数据加密的一个功能。然后，但是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首先它只加密数据，第二它只加密部分数据，所以我们在8.5里面，我们对日志也进行加密，每多少跟 Android 我们都可以加密。然后有两个开关可以来控制说我现在后续的日志是要加密或者不加密，是可以动态调配的。那在这个之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说对共享表空间的数据加密，还有对我们刚才讲到新引入的这个数据字典表空间的数据加密。那再来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易管理性，
那我们在管理里面引入了一个这个 dedicated server 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加入一个参数，然后它如果是设置成 on 的话，就表示说这个 server 可以说让 MySQL 来尽量来使用这个资源。所以通过这个参数设置，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 file size、buffer size 和 brush method 的一个默认值。这些值会系统会自动根据当前的一个物理内存的一个大小，对它们进行一个调配设置。那如果说我们的配置文件还有单独设置 no file size 和 buffer size 的话，那这个参数影响的默认值就会被重写，就是我们显示设置的会把这些设置默认值给它重写掉。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buffer file size 跟这个我们这个 group 里面有多少个 log？文件数其实也是相关的，所以我们目前我们还也正在做，就是说把对这个有多少个文件这个词引入进来，在这边会自己做一个设置。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大概的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包括部分上的那个单扇是根据内存的一个大小，然后来做一个这个改动，做一个配置。那就是说内存越大，我们吃的会越多。然后内存小的话，因为考虑到比如说系统有一些它自己需要的一些内存或者存放空间，所以它稍微小一点。然后 SDI 是我们在我们新的数据治理做了之后，我们新引入了这么一个对数据治理信息的一个冗余，它是存储在我们的表空间里面，就是说我们表空间会存一个 SDI， 然后这个 SDI 是这个表空间里面的所有的表，不管是个还是多表，他们的数据资本信息的一个冗余。然后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表空间就是一个自我表述，就说表空间自己本身它就不知道说我有多少张表，它表的定义是什么，然后表的数据是什么。然后这个 SDI 是以这个压缩过的 JSON 格式，然后存储在一个单独的一个数里面。那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它减少了我们的未来几年减少我们这个之后和以后的 table space 一个过程的一个复杂度。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在以后 table， 比如说以后 table space 的时候，我们需要创建一张表，然后把这个表空间 discard 掉，然后再把这个表空间再导入进来。那现在如果有这个 SDI 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就是一步，就是把这个 IBD 这个表直接导进来。那我们有一个这个 IBD 和 SDI 的一个工具。它可以把 SDI 的信息从表空间里面把它提取出来。那它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在崩溃恢复的时候，比如说里面有一些表有问题，我们可以把 SDI 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手动的去修改这个 SDI， 把那个有问题的表把它去掉，然后再把 SDI 导进去，然后再把这个表空间再导到数据库里面来，这样就不会去用功能性有问题。那这是一个 SDI 的一个演示的例子。然后 Undo Table Space 我们一个主要的改进就是说，以前我们 Undo Table Space 设定的个数是只能在 startup 的时候去自动做调，动态不能改。那现在我们在动态的时候也可以改。然后默认值是2，为什么默认值是2？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 Undo Table Space 的 Chunking 这个功能把它开起来，就是默认是 on。那就是说它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 ，Undo Table Space 它就会自动执行 Chunking， 把一个没用的过时的信息给删掉。删除原始大小，这样子就是节约了我们其他使用。那因为如果说不是两个 Undo Table Space 的使用的话，我们串同一个的时候，整个系统就会被卡住，因为没有 Undo Table Space 共使用。但是二的话就可能有一个备用。然后我们这个 Rollback Segment 这个参数，我们做了一个比例上的改进。它以前是指说整个系统有多少个回流段，现在指的是每个 Undo Table Space 的回流。那我们还有正在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用 Table Space 可以执行 SQL 去操作，来对它进行一个创建、删除，然后把它提成 Online 或者 Offline 这种操作。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把ISL 这个东西给它拧掉了，然后我们的，因为我们 DB 存在 UDB 里面，所以 UDB read only 它的比例改变了，它因为 read only 的意思变成说对数据字典表的访问也是 read only， 所以等于说你没办法在上面做 PDL。 然后包括过的初始化我们已经给它改成变形，然后我们也把
一些老的参数给它去掉，然后大家在运营的时候就不用来管一些具体的信息。然后对于 EcoDB 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观测性能方面是走那个 performance gain， 那这边主要讲的是它的性这个一些静态数据方面，就是说元数据方面的一些观测，就是说在 information schema 里面，然后我们引入了这边两张新的表，一个 catch events， 就是刚刚讲的对那个一个索引标的 ending 在内存里面做一个统计，然后还有一个是 table space brief， 就是一个 table space 一个简单的一个信息的统计。那对于这个 instant add corner 的话，也有把它的一些元数据信息放在这个 information schema 表里面。那我们在这个EcoDB tables 这个表里面，我们放了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说，第一次意识到 add column 的时候，当前这个表里面有多少个资料这个信息。然后在 EcoDB columns 这个表里面，我们把新加的 column 默认值存在里面。然后大概是这样子。那这边上面就是EcoDB 管理里面的改进，然后这边有一些资料，大家也可以去看、去下载、去了解。那我今天的这个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这个是一个 TB 有一个地方很大，说十几两千公斤这样，就是说 MySQL 没有限制的打大小，可是因为它的 FAQ 上要去打一个打的视频，那如果我现在刚好在一个 FAQ 上的系统上，没办法，因为它就是打到系统 FAQ 上的，那会不会造成说，因为 MySQL 虽然可以往上，但是因为打到系统限制，它架不上去那种来说本身的保护机制，它会自己产生感染之类的。这个不会。拆分，但是你可以把每个表放在不同的那个文件需求，不同的先拆来，这样子先拆。原则上，如果说你是用在 table 一种 file 还是有限制，但是你可以拆做，就是我们可以做 table 拆进去。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 instance table 的话，就是说我们对表是不会改，然后它也没有，它也不是通过一个 link 的。就是说，我们通过数据字典的解析，知道说这个表它做过 instance equivalent， 它 instance equivalent， 然后我们就能通过数据跟数据字典一个结合来解析。然后这个表的话，就是缺少这一个列的一个物理存储，是没有那个新列的物理存储。是。那所以如果你想做的是原始的那种 equivalent 的话，你可以直接包括里面 in place， 它还是可以把那个列物理加上去做一个。然后你刚刚是说再把它返回来，是说你说我现在假设我现在有安装状况，现在是买 Edit 它的，那可能或者是我多 Edit 多个 Edit 它的时候，那因为我的表可能会常需要常受很多什么这种程序，那在如果说像 Table 这个方式来讲，我来做受的时候，它可能因为它参考资料是在别的地方，不是像就是它是直接一个事情在讲，那效能上会有什么影响？那我希望可以把它回到。就是说，你就是说，它是存在同其他地方，但是它实际上在我们内存，在我们系统运行的时候，它是内存的，那些纸上内存的，所以它这样子过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没有测了一下性能，其实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如果说你想把那些列加到物理文件里面来的话，你可以做一个 optimize， 就 table rebuild 的，任何形式的那个 table rebuild 都能再把这个列重新再加回来。或者说，就简单，比如说你 add column drop column 这样子的话，它就一定要 review 的话，它那个就加。谢谢。OK， 好，那谢谢苏斌的分享。那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NoSQL 的想法，但我们前面讲过，还是什么 NoSQL， 也有什么大众背景 analysis。那从前端呢，我们也有新的 connector， 我们有所谓 NoJS 的 connector， 就可以暂时可以应用。JavaScript 开发里面包了 Node.js， 直接做个 Node.js 直接去断，在 database 里面的就是让 manager 这样子。那我们甚至可以外面有流行的 stack 叫 MEN 的 stack， 那 M 我们现在可以用 MySQL 的 stack，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那 Evermar 呢，跟各位分享这一段有关 Node.js 跟 JSON Document 总结的一个搭配，那我们欢迎 Evermar。后面。可以听到吗？我要用几个吗？不用，可以轻松一点。听到吗？